实执行。达成条文，切实执行。台铁老牛积极鞭策。台铁老牛积极鞭策。我们的生权法里面第99条是有罚则的，可是呢，我们也没看过政府也曾经对这些违反无障碍环境的，或者违反交通无障碍的一个，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说民间业者，有提出过任何一张法则。我想你们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，对于无障碍交通的一个改善，政府有这个责任来照顾。我们只希望我们能够安心出门，不用晚上睡不着觉，担心因为雨太大没有办法从捷运站走到这里，这样的小小路程他要担心一整个晚上。请问我们的官员们，你们是我们的仆人呢，你的讲话怎么跟立法委员一样？你们的需求我们听见了，然后呢，听了4年，甚至我们还有一位曾经坐过轮椅的总统夫人当选，可是我们的遭遇丝毫没有改变。前两天我们的刘哲章参与者他就开始提心吊胆，为什么？他不是怕到这个澄清现场发生冲突被远警逮捕，他丝毫不怕。他怕什么？他怕下雨，因为从他家出来到捷运站，然后到这个仁爱路一段50号，这边完全没有捷运，他必须从捷运站辛苦地走过来，全身淋湿，而且没有低底盘，直接到达。民国96年，我们终于可以在法则里清楚地定，对于大众交通工具如果没有无障碍环境的设备设施，将可以开罚1到5万。这个进步的法则，我们整整等了27个年头。在民国96年，他终于立法了。但是各位，现在是100年，我们空等了4年，交通部对于大众交通工具障碍的这个情况，没有开出任何一张罚单，也没有任何一个处罚的动作。去年，我坐了台铁的太鲁阁号去那个宜兰，在那一次里面，因为他们太鲁阁号的轮椅席的设计不当，使得让我的车子没有办法进去，所以呢，我就从台北一路到宜兰呢，就是一直待在厕所里面。后来在今年11月5号，我再度坐太鲁阁号到宜兰去，就我发现事实上确实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了，不过也因为它的改善计划并没有公布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对话，说他的某些部分仍然不够。以我去做太鲁阁号的感觉，就是当有另外一个轮椅者也跟我一起要搭那台耐力的火车的时候，我们的空间可能会不够的。那这个问题显然就是说，他在公布改善计划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做到，使得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是这样的，除非他已经做好了，而我们也去搭过了。根据我们生权法的第99条，他只有说所有不合格的单位要提具体的改善计划，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提出，如果不提出来的话，或者是提出而没有按照计划实施，才会处罚1到5万。但是问题，他没有任何的作业要点，也或者是施行细则，因此我们的立法委员没有办法监督，我们的交通部也躺着睡觉，跟我们的刘哲章一样，我们刘哲章还躺着出门，他是在交通部躺着睡觉。请问台铁这个老牛，他到106年才改善，请问我们的交通部难道不处罚他吗？全国的立法大概是1049条，但台北市跟新北市就占了86.5%。我们如果要出门的时候，也会有因为低底盘公车无法到达，所以我们逼不得已只能去叫富康巴士。那很多据我所知，很多地区其实富康巴士其实并不普遍，甚至它的量是很少的。因为我家是比较乡下，交通根本就没有巴士或是什么都没有。
那像计程车我也不可能可以上得了，我就要自己开电动轮椅回去。如果把台北市的滴滴盘增加之后，多余的富冈巴士可以到一些比较交通不那么便利，甚至不那么普及的乡镇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可以使像我今年要回去的时候，就会有富冈巴士可以订得到，而且也更能够真正的使用到这一些交通的工具。那我们希望交通部能够拿出中央单位的魄力，跟地方政府好好的协调沟通，让我们在捷运的接驳以及低底盘公车可以全面化，那么北高两市的富康巴士的需求量就会减少。会有所谓的千丈联盟，他们举办了1113的游行，在游行的诉求里头，他放了无障碍环境产业化这个主要诉求，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。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，在31个年头里头，我们信任过我们的障碍团体，我们希望障碍团体帮我们代言，而我们的障碍团体信任我们的立法委员，希望立法委员帮我们代言，结果我们等到的是什么？法非常的不完善，监督非常的不切实，而这样的团体，障碍团体，他们居然把无障碍环境这个公共政策要直接转变为产业化，他们对于监督政策完全的弃守，完全的放弃。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说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要自己拿回我们政治的监督权利，我们要自己为我们自己代言。